心为生活的我，只是在赎罪。他并没目的可我欠，失去了我也许只想我曾盼不死去，也许我是我很存在，也许人周围有一股恨，也许想笼罩我。我知道一些美好的是我已在我心中消失。那病人别人的感觉如多感的饭吗？我是没有流血的饭吗？